主要是没有在那国家这，还有那一次练了一次，对对对，然后顺着音乐声都骂的，我小时候给你笑回来着，我现在忘了，顺着音乐声都骂。来了几十万，带来刚刚打电话说给俺拍会儿的，对，我这边叫我拍会儿的，刚到人家打电话叫拍会儿的，就是给你找不着的嘞，你拍会儿的嘞，叫叫大哥给拿来，这幸亏你来了及时，快活儿。我来外老妹儿碰会儿的，带带给你安排大任务了，快去吧。去家里这边让带带妈找快活儿。